中清水高中的音乐班创纪录，大学的录取率100%，全班22个同学拢顺利来考到国立的大学。同学演奏小提琴，会出好听的旋律。各学生唱声高，气势真好。因全部拢是清水高中音乐班的学生。进前大学音乐系放榜，规班22位同学拢顺利考调国立大学。这代表说我们学校的音乐班，不管在师资都非常的优质。校讲清水高中音乐班已经有20年的历史，今年大学升学率拢真好。在这整个冲刺的准备大学考试的过程当中，他们都互相扶持。校方也希望每一位同学在咧大学读册，会当继续面前打拼，唔忘在咧音乐这条路出头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